好似系，哇！佢个画面乜都冇改喎，佢。咦？唔系啊，佢系英文啊呢、這个。Oki， 乜烂塔咧都系叫我精灵博士嘅，呢、這、一个咧系叫做 Pokemon 嘅生物啊。咁咧有啲烂塔咧会当精灵系宠物啦，亦都有啲人咧当佢系战斗玩具嘅。我自己咧就系、是、研究呢个精灵嚟嘅。好的 ，by the way， tell me a little about yourself。问你烂摊啲嘢。哇，你咁样衰，点解可以我个样食个餐咁样？点解好一嚟个样白痴噶？我主角嚟喎，食个餐咁。MK 仔 ，MK 仔啊呢个 ，MK 神。OK， 会爆炸未爆炸 ？OK。咁大屋企喎，又点解？我唔知，个地板点解裂咗嘅呢度？我冇睇错啊？而家呢度，呢度咪裂咗啊？啊，主要英文水平唔好啊！有啲 Pokemon 嗰啲全部都系一样样，都睇咗十几次，哇，廿几卅只改版，只只改版英文都系讲呢啲。我由 Pokemon Red 嗰阵已经译过啦呢一句，所以冇可能唔知我。如果咁多唔知，真系食蕉啦！哇，唉，即时翻译啦，梗系呢啲梗系。等我阵，使唔使打出嚟俾大家睇啊？唔使啦，得我自己睇啦呢度。通常系打英文，佢都会识译翻做呢、這个西班牙文。讲咩啊？哇，译葡萄牙文嘅点解可以？唔系西班牙咩？系葡萄牙文咩 ？Oh shit！ 佢唔识译啊！佢侦测咗唔知啲咩出嚟。分咗，但系佢知道头痛啊！试下呢句先，头先嗰句译唔到。加里西亚文系咩啊？佢话我的时间呢度 M E U 呢度咧就系写住我的时间，系啦。跟后面嗰句我唔知咩嚟，系啦。好，我哋而家要做咩啊？第一关已经卡挂，但系我唔识玩。呢度啊，诶系啦，呢个系咩意思啊？诶，不如我放大咁，诶唔好啦，唔好放大啦。葡萄牙文嚟嘅，唔系西班牙，应该我译两次都系葡萄牙，佢译葡萄牙俾我，所以应该唔系西班牙。Tudo bem. Tudo bem. 睇先佢，哇！唔知呢句咩意思？胡家叔太有少少有笔啊。OK， 点样？哇！我完全唔识打佢嗰啲注音喎。佢话呢一对咧就系话我已经选择咗我嘅伙伴啊，系啦，精灵或者伙伴啊。呢一只系咩？奥沙耀特。哦，系啊，波加曼啊。呢后面呢个字就系后面呢个 O S H 呢个奥沙耀特咧，就系元气我，系啦，元气我嘅意思。OK， 哇！我讲啲咩啊？出口成文，大佬，仲识讲嘢添。呢个就系哇，太班啦，太班啦。好啦，真系每句都要译，大佬。我可以咧实现我嘅梦想真的系啦，
佢话你迟咗，佢就话 OK， 真系几我啊！好啦，睇下先呢句又应该就系讲话边度有得攞啲精灵啦，系嘛呢句？呢度话对唔住，我及时讲到你呢度，即系佢本身迟到嘅，啊本身迟到嘅 ，OK。呢个乜烂摊本身迟到嘅，哇！呢个又系咩意思啊？卡尔玛？诶，挂了吗 ？Oh shit！OK，、okay, 总之啊，我哋拣精灵啦，系嘛？而家好 ，OK， 我教快啲先。成个贼咁，成个贼咁，仲话系主角我。呢三个完全唔同世代嘅喎，呢三只嘢咁啊，马骝啦、草藤蛇啦，同埋呢只嘅水若鱼蛇。OK， 拜拜。诶，讲咩？去过攞精灵图鉴喎，我净系识睇图鉴嗰两个字，唔好意思，你图鉴我啦。好，哇！呢啲字真系。冷静啲啊！其实有啲都系喺英文度译过嚟，有啲哇嗰、那个字点打啊？唔识打个老友嗰、那个字。你的精灵甚至不是偶然的，人物呢度咧 level 五，我见到。佢话佢用咗五个月啊，五个月嚟进化佢系嘛，应该或者训练佢系嘛，如果冇辛苦，好，终于可以出到去啦，耶、yeah ！喂，哇，顶下就一个打啲咁嘅嘢，要俾巴响，呢啲咪老鼠仔，哇，你个老鼠仔赢到我，有冇可能啊？佢原本应该系改英文改出嚟嘅，诶，呢啲系撞得定咩噶？英文改版舒服啲，当然啦。有命令系统，我揿佢啊要，真系要揿佢嘅，原来。我搞掂。咁啲草，喂，啲草都有嘢撞嘅喎，原来系嘛？系啲草都有嘢撞，但系你可以揀。哇，唔得唔得，走，好似会毒死嘅，我冇记错。哦，眼前一黑又，史上第一破门前受打死，要尾巴摇死咗，系咯，摇死咗。点怪有啲明女色啊？呢啲可唔可以点怪啊？上次应该唔得啊。呢啲系当天当呢个情。呢、這个场景版嚟，求其捉啲嘢打下啦呢度。喂，唔想打呢只啦，咁多毒点打呢只？呢招系边打？哇，好难打啊，大佬，好难玩呢 game。喂，搞错啊，唔系自己屋企就唔瞓得觉啊。中毒死翻屋企，系咯，中毒死翻屋企，够胆死。你俾超啊！我啲精灵球，唉，算啦，都系唔足啦，俾超。啊，又正点，有咁多烦嘢。诶，呢只嘢呢只正喎，捉呢只先。哇顶！哇劲难玩呢个 game， 点解我出唔到门口噶？我出门口俾人打死嘅即刻。打唔赢喎只蟹。边个？哇！真系唔使自打赢呢只，我用红草真系唔使自打赢，呢只都赢到应该。哇！2000蚊俾靓仔有。喂、欸，岩狗狗，叉尾浮游。喂、欸，哇！咪二 Q 要捉啦，系嘛？
喂，冇屈影分身试下。哇，佢吓锁咗个技啊佢。哇 shit！ 顶啊！点解锁晒我啲技喎？黐线啊！俾佢玩死咗，我一定要捉埋二 Q 呢度。好难打啊，大佬！埋二 Q， 慢慢撞先埋二 Q， 应该会咁样撞出嚟吧？撞埋二 Q 出嚟，呢嘢打。尼多龙，其实可以捉噶，夹一夹啦。有冇三呢啊？三呢就捉啦。哎呀，捉，正呢只，搞掂。嗯，加速感特工喎、啊，锐利目光。只嘢，只系咪呢度时候先撞噶？死狐啦先。系啊，呢度先撞啊佢，唔系真咁奇怪啦。打用完一下之后就唔用得咯，吓 disable 咗，俾人石化工啊！嗰啲乜鬼嘢嘅，都用唔到嘅招技可以。喂，片死咗佢喎！我埋 EQ 出嚟啊！你得一只咋？唔得，我得一只嘅话。哎，可以捉啦，可以捉啦！阿廉捉到最强迷二 Q 啦，冇特性性格呢个咩啊？哇，呢个系诅咒新区喎 ，maybe disable 嗰啲技能，简单啲嚟讲就系石化技能，石化工，因为石化工就系叫做 disable， 或者英文见你睇。哇、wow, ！OEMK 新唔识读你咯，完全唔识讲乜，不知所措嘅就话系俾人围住咗啊！佢俾啲雀仔围住咗，不知所措佢。TAVA， 哎，打错。嗯。哇！真系唔知佢译啲咩，我没有意识到我很忙。三只，你已经捉过三只精灵，佢就话，佢主角问呢个 M K 仔系咪捉咗三只雀仔喎？佢话揾出边一只系佢嘅精灵喎。CJ。唔知咩喺度，我系快飞啦喺度，都唔知佢讲乜。其实译完我都唔知佢讲乜嘢喺度。佢要揾最强嗰只精灵出嚟喎，最强嗰只波波。头先我睇到佢好似话，嗯，哇，低能又要输。咩技啊？招？分身啊！喂，开个大骂即刻死咗，又似真挚啲 fan， 苏植住，真挚犀利啊！边死只狗仔，走，唔同你打，嗯。差未浮游喎，啊差未浮游不如，差未浮游都几劲喎，同埋其他可系咁升咧，咁样咪嗰啲咪好好升咯，其他鞋鱼又翻翻嚟啦，几方便。我升到进化都得喎呢度，
我仲要全队升，全队升咧，点几好？十二咧啦，咁就多啲同佢话唔有惊喜，你明啊？新奖。呢张系咩啊？呢张系绑紧啊！嗯。诶、欸，我仲有得打啊？几惊冇得打啊！真系。差唔多升到十四厘啦，已经几好升。我仲有可能会输俾个大把仔。你要做咩啊？你识唔识一只游水嘅精灵啊？应该就系话古。你可以用精灵冲浪吗？系啦。诶、欸，推我落街啊！佢问我你可以用精灵冲浪啊嘛？但系点解佢问号都写后面？顶住先。挺住，但唔系鲤鱼王打我。捉只神虫先，唔咧鲤鱼王，就决定系你啦，师傅先。哇，加特防减速。快回血，呢度冇中心俾我回血。好惨，每次都要翻屋企。拆闪之路冇啦啩？系闪嗰位自创精灵咁好咩？系咪升努力值？升咩努力值咧？不过其实嗰啲可以用嚟升努力值嘅咯。讲嚟讲起升努力值呢样嘢，呢度入面咧，差美浮同埋鲤鱼王都系加速度。尼多罗好似系加攻，如果冇记错，呢度要打咯，打爆佢啦！又屎十四咧，你得个六咧，收档啦！哇，乜嘢事啊？火拳咩嚟叫？加攻号叫啊！加攻嘅叫你叫，咁啊流咯一系，一出嚟即刻死咗，喂大镬啦咁就。咁啊食蕉啦，片啫。点解唔系画皮噶 ？OK， 终于打嚟啦。睇下佢一开始讲紧啲乜先。FE2SISO。佢啲字系捞埋一齐定系咩噶？咩？我期待更多做到了，我真系唔知啱乜呢度。Q E U F E S I S O， 哇！佢好难译喎，佢用 Google 都译唔到佢讲紧啲咩，其实都译唔到佢讲咩。可以乱帮佢配对白啊 ，OK 啊，可以帮佢配音。哇！系拉大欧斯嗰只乜鬼嘢嚟噶？咦？呢只咪传说中嘅精灵拉蒂欧斯，好想捉添。OK， 我哋先玩个中心先啦。我哋哇，鱼似我喎，我屌嗰度有只雀喺度嘅。咦？问佢先。好，应该训练紧佢只雀咧，唔系佢只咩啊？佢只。蜻蜓，定系蝴蝶嗰只，定系嗰啲叫咩啊？飞蛾啊，飞蛾啊！喂，挑战喎，无端端，点解我有中咗麻痹噶？有咁易中咩麻痹？黐线，黐线嘅真系，撞佢，掘地哇！一只掘地打死咗。
超能力，你望我会惊啊？以为搞啲咩啦？咁送咗啲咩俾我？哎，多只咁啊！哇，加特工监工喎，呢个咩牌嚟噶？正在寻找强大的训练家，呢对牌写住。呢一度我就有机会遇到啊！嗯，哦，呢个另一个地方啊。OK， 傻鸭差尾浮游，识我你先，鞭死你！打多下胜你啦，系咁坐见到佢，进化。呢招应该系飞越快多喎，呢招进化未进化咩？哇！我一弹入去，即刻顶住咗我条奇洛律鼠，奇洛律鼠头先，使唔使打道馆嘅呢 game？ 应该要啊。呢度做咩啊？上次佢就话远离呢啲大针锋啊，应该就系话啊，远离呢啲大针锋。点解我唔可以游水？呢度有系咪要问呢啲先得啊？要问啲钓鱼佬先得啊？系喎，一定要问钓鱼佬先得。咁我咪可以打贝贝龙咯。师傅先，唔得喎，唔俾打贝贝龙，冇搞错啊！净系俾打海星星，唔要海星星。诶，走。哦，即系嗰个系代表嗰条友系用嚟游水嘅，系用嚟游水啫。哇，马骝啊！咦，有粒螺啊？咁我梗系拣火啦，真系、啊。哇，唔得喎，加速減特工，呢次要特工喎，加防減攻唔得。啊，頂我都未睇，冇性格唔得，加特工減速唔得，加攻減特防。试下俾啲劲少少，加工减特工，呢只系玩特工噶喎，冇佢咁咪得火牙啫，好似加速咪得咯，加速减防线咬得啦，加特防减工点玩啊？买精灵球啊，转头买，又减速。减攻有大火推喎，哇！减速系咪做永远都整唔到噶？唉，是但啦，咁加攻啦，买精灵球。咦？呢个咪中心咯？咪呢个咪咩咯？边度买啊？我想知。又买嘢俾呢度，呢度打咯，哇！仲系把木嗰个添，哇！六叻嘅地鼠，呢只咁嘅鳄鱼，癫死啦鳄鱼！好 ，M M O 半转见过啊，乔伊旁边。鱼旁边买嘢，呢、這个啊，你做乜同佢企埋一齐啊 ？Buy sell 试下，好，烟雾球，唔送嘢嘅搞错啊？系咪因为火龙摆嘅关系啊？唔识送纪念球俾我，好嬲即刻。
嗯，唔错，拣草系可以轻松过第一个道馆。地面系应该第一个，跟住呢个啦，好明显。好，我哋用只乜技都冇嘅你。边只，哇大镬呢只，啊，几进化啦，我准备打唔入添，点知一嘢草嘅边内死咗。 威下，佢威下噶只蛇，睇下先，威下噶，中到得翻三 M， 慢慢中就多噶啦，少少着，吔屎啦，威下啊，几犀利，咩话石咩啊，冇学到添，唔知咩石技，死咗。 冇飞行喎，唔够打喎，我捞返，我捞系捞几时？102，捞啊！边只？呢只系普通石技嘅啫。 50公嘅石技，咁样我哋唔要，唔要住飞沙脚啦。跟住我哋用迷二 Q 先，影翻身。鬼爪啊！要呢支系先制劲定咩啊？应该系先制啦。啊，用错技喎，顶啊，用错。 冇技 ，shit！ 哇，十字斩啊！应该一早出咗比加超先，又话用错技啊！ 哇唔得，打呢只用晒我啲 PP 喎，会开错技？咦，佢冇伸长，冇帮佢学到。跟住用比加超先，要黑位，再多啲咩会极易出位嘅咩板啊？呢个系 Blue Sky 系嘛 ？Blue Star Two 啊 ，Blue Star。 好似麻筋，乜佢咩钳喎佢系，补 BB 再入嚟啊，分身，再分身，抵啦，我都打唔中添，打死佢，再分身，好6级分身啦已经。 一招咧锁咗佢招技系嘛？好似锁咗佢招技，我又食药，死仔包啊！磁铁令都出事啊，系啊，呢度禁止铁令嗰个机械人话，哇呀唔够打，呢好劲啊！要升只水系咪冰系打？ 舐，普通呢招咩火啊？死咗啦，低能地掘地打落嚟，唉，升咧，升个鲤鱼王同佢打，呢只卡比兽，卡比兽唔会打得啊，夹夹先佢，唔会，二石二石二石，嗯，六尾啊！ 六矿，呢个唔得，我太低 level。我谂最好应该系喺水度打，打海星星，打海星星，16咧，我都好难升呢只，得个碌几咧。
呢度咯，三咧，五咧，打爆佢，打爆佢，有冇拎俾人攔路啊？呢、這个你自己揾啦，系啦，好易揾啊！你打 Pokemon Star Blue Star 蓝色，跟住星星系啊，蓝星二啊 ，Blue Star Two。 跟住第一個就係、是、啦，第一個就係、是、個，不過英文啊，你要識睇英文先知 download 邊度有得 download， 拉到底就係、是、不過你中意佢 Let's Go 啊 ，OK 嘅呢個，不過就算佢唔使撳，佢都有得撞怪。LC 整成點 ？LC 爭幾多隻啊？諗下先 ，V 爭兩隻定三隻啊？兩隻定三隻好似。嗯。 好似系两只定三只，差唔多。呢个招火焰漩涡啊，系啊，火焰漩涡啊，唔系喎，呢招普通爪定拍啊，爪或者拍唔用啊，得80命中。你仲喺草撞只怪，剑盾唔再用，系啊，梗系唔，其实有好有唔好嘅，不过。 Let's Go 嗰个系另一个形式咯，新作嘅话就系普通咁样咯，咁都唔错嘅。好嚟啊，再嚟个，仲可能输咩我？打爆你好啊，一嘢草边死你啦！好，直接出啦，呢只真系好鬼劲，哇打唔中有冇搞错？ 俾架超，电话识火，唉麻痹啦，终于有条友仔，掘地，麻痹佢，麻痹，顶，又食药，好麻烦呢条，零分身，开六级打。 哇！又食咗黐線嘅真係，呢度應該用水打最，用水打應該好啲，我覺得。用火真係有啲難搞喎，火都好難搞喎呢只，頂第一關都過唔到添。咁我上二啲出閃，成日冇乜所謂。新正傳嘅話咧，出閃其實冇，其實唔難嘅，<笑>正傳好易出閃嘅啫。喺草地圖鑑有閃符咧。 讲下呢啲系可能都有几隻啦，已经系啦。只要有啲咩国际，就算冇国际啊，都好高啦，已经系啦。冇国际嘅閃符，冇国际嘅婚姻，其实都已经好好生。有埋国际婚姻閃符呢啲，完全系轻松生蛋系啦。你生到几百隻 MMO 都未有一隻。打海星一隻75 ，GF 有顾虑系啊。 咪即系，即系可能变相其他外转嘅时候，咪试下用呢个形式咯。我觉得系我差唔多啊！顶龙帽，边个学噶头先？边个学龙帽啊？定要捞翻翻去？唔知边个有只学龙帽？俾我咁啱见到。 佢揿咗都系要继续行嘅条，喂，我走，因为一只轻松计乱数实出啊，系啊，就算唔计嘅话都好快出噶啦，系好轻松就有闪光噶啦。
唔似 MMO 咁黐线，玩足一个月都可能冇噶，即系嗰啲咩啊，撞到身心都疲累嗰啲闪光就系呢度。吓呢只识龙舞？呢只龙舞嘅咩？啊呢只识龙舞？呢只识龙舞未必打得赢，我都冇用嗰招打，嗰招龙舞都系用嚟加速嘅啫。嗰只嘢物防高，特防低，就算有龙舞都打唔入，我惊。个梯都变咗草龙，系咩？系喎，佢自己都变咗草龙，原来。其实蛇龙龙都似啊，只不过龙可以上天飞，蛇喺地下躝嘅。试下开四下龙舞，六下，秒天秒地撞，喂唔够，打唔中头先，顶佢一掘地我就输咯呢度，哇我四隻都拍地喎，我发现我三隻，开错揿错。三隻怕地，唉，又食药啦佢。黐线噶，要食几多次药啊，老友你？又一隻四倍多多兵啊，低能嘅。应该唔会打赢啊，所以跳都冇所谓啦。其实都打得赢嘅，不过佢一飞沙脚嗰下，我就要即刻走咯，即刻打唔系即刻走，冇俾佢过命中，头先争啲赢，但系唔开六下，我惊打唔死嘅。咬嗱，你一下要飞沙脚啦，咩鬼招？呢招系咪叫识别啊？定加速啊！呢招睇下先，系啦，打鬼嘅技能，边个用叶再打啊？又唔中，点解系啲紧急关头先唔中噶？唉，又俾人揼死啦，做咩？诶、欸，有机会，有机会，唉，打唔中。头先我快过去咩？哇，我而家快过去啦，咁即刻唔着数啦。因为如果慢过，我可以佢掘完洞之后打佢，咁而家快过去就冇啦。咩啊？争最后一滴，佢又回血，仲死埋添。啊，呢只又慢过去，真系。啊！好劲啊！唔通要我升到鲤鱼王进化？升到鲤鱼王进化就打赢？其实可能捉只海星星都打赢呢只嘢，我觉得系咯。我谂捉只海星星应该打得赢嘅，试下先。唔想弹添喺度，系咯？我觉得只海星星应该打得赢。呢招系咪呵欠啊？系啦，打下五六呢招有用，唔系有冇用咧？唔够快，学住先啦。Stardust 星沙，唔要呢只。你俾加超唔知有咩用？好，不过要够快先得，唔够快都系冇用。
哇！顶啊，转唔到位嘅点解？点样转位噶？我得啦，咁慢你点解转得可以？似火红又似黑白啊，系啊，火红沟黑白，似孖筋，牙都咬。 我哋睇下迷二 Q 几多速，跟住再睇只海星星几多速，十九速，四十五，有啲耐喎要升，七，好，九呢？ 十七，廿咧廿咧都唔够啦，因为头先嗰只马骝廿八都唔够佢快，唉唔紧要啦，我哋打道馆升咧啦呢度，因为打道馆升咧快啲，七十五其实好少，不过其实唔系，我哋下面呢度仲有得行，做乜唔行呢度咧？啊？ 呢度七呢，我做乜唔行呢度啊？但都系七十五嘅，系同一条路嚟嘅，两呢，连锁只，哇，出翻，塞住个门口呢有，真系黐孖筋，攞嚟啊，又飞沙脚。 啲用錯技嗰頂，又打唔中，哇！連續兩次打唔中，黐線啊，係咁打唔中，頂又食藥，咦？呢招咩嚟噶？嗯？呢招係回血啊？MIMIC，、啊、模仿者。 仿效喎、哦，都又冇用，好似冇乜用。飛沙腳，仿效。咦？呢招變咗佢招技喎、哦。 吓、啊，一用就变咗佢招技嘅咩会？唔系净系嗰一弯会变咗仿效，跟住学嘅咩？咁奇怪，老友够咯，唔好再食药咯。啊顶，沃特根，停，而家落一俾佢落咗地，我就玩完啦，真系。 嗯，真系够晒难搞呢只，升得好高呢啊，成队佬。 劲难打，大佬呢只，其实唔系，我应该捉五只咩？我捉五只比超咪得咯。在水预定回到咩？一阵可以试下，我都未试，试下直接打先咁铺 ，recover， 学霸，呢招唔要啦，清钉。 揸下开龙木，再勾落，打唔中，哎呀，哎呀，哎呀，又回去啦。
唔好咁，唉，中意打死啊！哇，顶住有只咁嘅嘢喺后边，佢用咩技啊？降爪反完，哇，黐线，点打老友？又掘地，唉，芝麻筋嘅。 唔要呢只，都唔要啦，呢都唔要，拎呢只出嚟。我唔快捉比架超先，快捉比超打赢佢。比超，系边个比超？学佢招个掘地，学唔到啊！佢一落地即刻唔得啊！死胡子，唔系会唔会打死？应该打死嘅，咁低咧，你如果打死喎，试下浸足先。呢只唔系差二，迷人，唔贵捉咁耐都未捉到，搞掂。 系啊，正电，捉多只，哇，电到下年<笑> ，OK， 搞掂，好，最后一个手段就系捉只鲤鱼，尽快鲤鱼龙，尽快鲤鱼王，因为好快嘅，唔想用我弹跳添，转翻招技位先。 唔好用弹跳，哇，几劲！一嘢冚死咗。呢度如果用火打嘅话，后边嗰啲打得赢，但系前面嗰啲打唔赢喎。火系水系可能打得赢嘅，水系鱼啊嘛，水系鱼黑住佢哋，水系鱼尽快啊！ 所以鱼尽快都唔算话黑住佢哋，哎唔系，要升咧先。地面会麻痹，麻痹到静电啊嘛，唔系用麻痹，唔系用电磁波，直接静电啊用。真系可星星。好，去刷 level 啦，有冇钱啊？我1万蚊够啦。 来吧，先用呢只先，吸啦，一嘢飞发都飞死啦。哦，跟住你又先用比超 ，charm， 哦，比超 ，charm， 哦，中了，耶！喂，冇啊。 有嘅啊，撞，撞，再撞，哎呀，冇啦又，有嘅，喂唔好再食啊，警告你，搞掂，李家超，呢度呢招啦冇得拣啦，中唔中？中，不过冇得打到，打唔赢。 Oh my god！ 黐孖筋，一定要进化鲤鱼龙先有得打呢度。唔进化鲤鱼龙，唔使知打赢。好咧，比超 ，perfect 啊！我劲难打呢个 game。第一个道馆都要玩咗几耐啊？玩咗差唔多。 应该半粒钟又多啦，进化未啊？系进化啊！李鱼龙，李超，个个都识电磁波啦，死紧啊！佢哋除咗地面系之外，呢个系 double team 系咩意思啊？双人组合，你够胆逆双人组合俾我？影子分身。 原来系咁
呢个简房，呢个电磁波，呢个普通电机，咁样我哋唔要地简房咯。唉，进化未啊，李渔王？双人组合系咯，亦双人组合俾我。唉，吸收。唔屌你招咯，吸收有用其实，但系吸得唔多，应该打只嘢都，即系你我五十五呢招飞越快都打落去都唔痛，吸呢招四十都唔会痛到喺边，所以吸个数量嗰、那个血量都唔多，所以冇乜用。不过叫我多招草技吸血咁咯，进化进化 ，yeah。但系冇水技噶，但系冇水技噶，李如龙 ，Oh my god！ 来吧，变哎顶，成日用成日揿错位，哇又唔中，哇好严重个招技，黐线噶。哇！李如龙劲啊，咬死，咬死啊，好噃。甜蜜之吻呢招系减攻，呢招系咪先制技啊？呢招应该先制嘅，咁我唔要减防呢招咯。两只都唔要减防，我先用呢招先制减嘅攻，系咪先制啊？呢招唔系先制咩？呢招我记得系噶，减攻啊嘛。圆筒啊嘛，系嘛 ？charm 唔系圆筒咩？好似唔系喎，呢招唔系先制嘅，先制系可练眼啊。charm 呢招叫咩名咧？咁？变化乜乜乜乜，好，总之唔系先制呢、這个，睇咗啦。啊，唔识麻痹 ，double team， 终于麻痹咗啦。呢度咬佢，再咬佢，再咬佢，好、哦，应该赢啦啩，应该。啊，又食药。又落地，影翻身，唔好中。哦 ，Sweet Kiss 系咩嚟？甜蜜之吻，好难打真系，唔系要我整到有招水技先打系嘛？好辛苦。顶又用飞沙脚，咩鬼招？诶、欸，暗算呢招系。暗算唔要啦，啊，即系唔要支普通技咯，系咯，唔要支普通技，吸收，又系我输，搞错啊！佢真系好癫啊！食几多次药啊你？食劲多嘅条友 ，double team，sweet kiss， 中啦终于 ，sweet，yeah，charm， 再 charm，sweet，oh 死咗，搞玩完啦你，搞咁多工仲唔输，哇终于赢啦，炸娇啊，唉终于赢到啦，真系。劲难打呢度，黐线！跟住之后要去边啊？呢个啊？哦，大针锋呢度走咗，咁我继续可以行啦。吓、啊、落雪啊！真系落雪、啊！大家雪龙尾喎，得你啊，得六咧咋？我系廿几咧啦，已经芝麻筋。
譯下乜先呢度？好 ，Palado， 究竟係西班牙定係葡萄牙？我都唔知其實。 MEU ALC US 2 CU， 停！我挑战你一场战斗，我的天空系啦 ，Google 译俾我嘅，停！我挑战你一场战斗，我的天空撞佢都死啦！啲咪虫仔，扭拉吸佢啊，用错技添，草苗龟，哼哼，天使之吻啊！ 好，天使之系喎，天使之吻，唔系叫田，唔系叫甜蜜，咩噶？诶，呢只穿山王喎，冰绿尾喎，呢只唔要啦，呢只超惊格，做下绿尾先，绿尾唔识落雪嘅咩？识喎，唔系喎，呢度原本落紧雪嘅喎。 应该唔应该会死啊？我觉得，咁唔好打佢，我惊佢死啊！会，快啲睇下先，啊冇得睇喎，要翻中心睇。有啊，暴雪王啊，有啊，正啊，即刻用暴雪王。顶捉脚，呢只哦，顶背景嚟嘅，呢啲咧。 背景，嗯，亦喺度啊，乜先有？嗰啲路牌啊，应该嗰啲咩提示嘅路人甲啊，空中飞舞嘅小精灵昆虫啦，同埋美丽嘅东西，即系简单啲嘢，佢用。 美丽呢一个智利形容嗰啲昆虫啦，昆虫嘅精灵啦，电视啊得8呢咋？我打个道馆20呢要打，黐线得9呢，都唔啱嘅个比例。求其啦，暗影爪啦，唔系呢一个叫咩啊？暗影潜行。 我唔记得咗嗰招仙仔鬼叫咩名，唔记得啦。呢个都要打。粘度，海龙同绿尾都系蒙大降雪啊，系啊，但系唔知呢度系咪啊？呢招废，呢招系有尾嘅精灵会用嘅技啊，唔知拍用一条尾揈佢，唔记得叫咩名嗰招技，拐打。 定拍打，好似唔系叫拍打，唔记得叫咩名啦。啲指望期啫，指天蝎，指天蝎，地龙蝎啦，总之尽快咗就，我唔记得细只系咪叫指天蝎。呢度做咩啊？有剧情，做乜成铺万圣节嘅树咁嘅？睇下呢个阿婆讲咩先。多看多不断发展嘅铁甲鱼，我觉得我已经厌倦咗生活，<笑>我唔知呢啲咩嚟嘅。摔打系啊，摔打。好，大针锋，好多虫喺嗰度，成堆虫。搞掂，呢啲唔使打啦，系嘛？得4呢。 同嗰个道馆真系争劲远啲level，我都唔明点解争咁远啊！咦，有剧情喎前面，系咪？应该呢一句就系讲去啦，精灵球，但系我都译一译啦。哦，佢就话 Pokemon 去，Pokeball 去，系啦 ，VAI 系去，去咁嘅意思喎。Over，Over。 PGUMMACCIMUTO， 哦，得到了一只乜乜乜乜乜，非常感谢你。
元气我记得啦 ，O S H A W O T T 就系元气我啊，唔系喎，嗰只水濑嗰只嘢，水濑嗰只名咧，啊，你好啊，威仔，美立代表技，哦，嗰只你好啊，主角后面嗰句我唔知啦，我今日学到一个新嘅词语，柯娜，柯娜。冇注意到你喺嗰度添，系啦，冇意识到你喺嗰度，系啦。跟住睇下呢句先有。屌，翻去低能都译啲咩出嚟 ？Google 译你终于指责我了，因为我疯了，系啦。我疯了系乜嘢意思究竟？我很疯狂地打你，唔知乜鬼嘢大佬。跟住睇下我哋嘅主角，我哋自己又讲啲咩出去啦？啊，真系犀利嘅你，嗰啲唔知咩翻译嘅。呵呵，我也是，毕竟我从未逃避过战斗，系啦。OK， 总之就开波啦，简单啲嚟讲。女 ABC 有啲面善啊。哇！你咁嘅 level 点同我打啊？其实佢呢个 level 咪反而整错咗噶，佢得13咧，我打道馆要廿几咧先打得赢咯。咩鬼招？阴谋？阴谋呢啲梗系唔学啦，系嘛？我哋比加超副手嚟啊嘛 ，support， 我哋系绝对唔会俾招阴谋我哋学嘅，绝对冇阴谋。OK， 俾一个仙仔之爪啊！系咪仙仔之爪嗰嚿？系咯，仙仔之爪，一比加超喎呢度，疯了都入迷，我也很疯狂地打你，我都唔知佢译啲咩俾我大佬，因为我都成句输入咗喺个 Google 嗰度啦，但系佢真系唔知译啲咩俾我。哇咩事啊？你呢个咩团队嚟嘅？A 啊，等先啊，成日惊打错。好，呢度等我打晒成段之后，再译俾大家听啦。呢度好啊，我哋探索咗一切。探索咗一切，我唱歌乜都没有，我哋要走啦。喺警察嚟之前啊，呢个系我演绎啦。佢成句系咁嘅，佢成句系咁。我们已经开始探索一切，我们搜索一切。我唱歌什么都没有，我们走开了，走在警察的瘟疫之前，真系世界级啊！呢啲翻译。要死！好，翻嚟啦！鸭嘴暴龙，你做得很好，大概就系咁啦。我唱歌系我唱歌，大火门啊！真系救命啊！黐线，呢度系边个嚟噶？佢哋系系啦，跟住呢句系，哇！咁样打法真系。咁样译法真系好快，我又会又识多个俄语。佢哋将呢个森林烧着咗，S S E F G O， 消灭嗰场大火就话摆脱那场大火。Google 译，简单啲讲就系灭火啦，系啦，灭火。由呢一度我哋可以自己判断吓，由今日开始我哋学识要自己判断啦，啲翻译就系、是。去啦呢个贝贝龙，去啦贝贝龙，用高压水泵，哇！呢个一睇就知高压水泵啦。呢个 Hydro Bomba， OK， 唔识点读啊呢啲。D E S I S T E M E S M O， 咩呢支球队并没有真正放弃。哇！越嚟越離譜啊！啲文啲翻譯真係
好，跟住咧，主角就话：哇，你好快咧，就将佢咧，消灭咗，诶，即系简单啲讲就灭咗火啦，系啦，灭咗火。跟住后面嗰句 S O U O， 跟住后面嗰个咧就系我是乜乜乜啦，系啦，我是乜乜乜。咁呢个点读咧？我哋听下点读先。Soul OK， 哇！点解呢度黐埋咗？你见到咧，佢呢个问号跟住黐埋一句。我是 Natsuki。哇！点解合空空白嘅？咦？呢度突然之间又出嚟喎。好，第一句我哋学识咗啦，咁我哋即刻译第二句啦。你译英文？应该系葡萄牙文啊。风暴城市嘅领导者啊，简单啲应该就系馆主啦。OK， 馆主啊，领袖者真系犀利。我而家需要走了。see you later 啊，简单啲应该就系之后再见啦。我紧咩改版？玩紧葡萄牙文嘅改版。走咗去警察瘟疫之前，系啊，走咗去警察瘟疫，唉，下戏，读字读字下戏，唉，呢只雀应该唔打得噶，打得喎，呢只系比比鸟啊嘛，冇记错嗰个发型，哇，开始劲啲喎，但系都系11level咁低咧，点搞啊？喂，呢只熊猫都有喎。呢个古惑熊猫喎，神兽风神犬鬼师，即系古惑熊流纹熊猫啊，好似叫做外语崩溃了啊！呢啲要复杂啊，呢啲要读喂，雪童子，呢度系咪要捉？唔捉系咪会消失啊？我记得头先睇，要就咁捉喎呢只，哇！一下结冰。有几神韵啊？究竟可以呢个系咩啊？好 ，3D 龙咯，睇到 POOY 呢个系 3D 龙，应该系就话可以攞只 3D 龙走啦，系啦，攞咯，何乐而不为？呢个咧，我可以进化 3D 龙二 set 咯。我推介佢呢度话研究发现，根据呢个乜乜乜研究发现咧，原来咧 3D 龙系可以进化 3D 龙二 set 嘅。啊，大概就系咁啦。咩事啊？佢又做乜要我测试睇图鉴啊？我要用电脑喎、啊。啊？有得用啊嘛？佢真系冇得用。咦？点解咁嘅色嘅佢？Snow 咩啊？呢个系雪隐啊？雪斗篷。雪斗篷系咩啊？雪斗篷系咩？雪隐定咩啊？呢个系雪隐喎，好似下先，好似系雪隐呢个。系啊，雪隐应该，我哋唔理啊，走。呢度去边啊？咦，海星星呢度又系星呢嘅地方喎、啊，比超啊！我哋一条系咁，只鲤鱼王系咁游嘅，去同一个方向，定系佢随机游噶？唔系，佢固定游噶喎，系雪隐啊？点解又顶住咗嘅？上唔到去嘅点解？呢只虫都有蜈蚣啊！呢只白足蜈蚣，呢、這个格斗系路馆唔紧要啊！流纹熊猫格斗系轻松啦，哇！啲女仔格斗，好哇！师傅游，我细佬功夫游。
我波啊，唔系呢只叫咩啊？咩小子啊？唔怪得叫咩小子嘅啫。你好老啊，红鬼大镬啦，红鬼！哇顶！点解红鬼啊？哇龙之路，红鬼真系好癫，蓝鬼，哇星龙拳，哇有龙之路仲未，喂唔好进化啦，继续用翻细只，唔该你哋。有龙之路仲唔赢？呢、這个诶，呢、這个道馆形式系点样啊？诶、有人打紧喎，原来睇下乜先有。很好，第一句。好好啊，同以往一样翻翻嚟咧。佢仲有嗰只嘢，应该就系讲佢前面嗰只不明物体，嗰条蛇啊，系啊。B E A， 我呢度应该就系话胜利者 M K 新啦，系啦，祝贺你的胜利 M K 新。嗯，你真的有很多力量，这是你的徽章，系啦。OK， 得到徽章咯。哎，你好啊 ，MK 新，我而家准备要挑战啊，唔系喎，呢个系咩啊？佢应该系话祝佢咩？祝佢赢咗系嘛？哦，系啊，恭喜你啊，祝贺你的胜利。OK， 呢句咧就系、是。你用咗几多精灵去打赢佢？两只啦，两只到。跟住我之后嗰啲唔识，我净系睇得明个意志啊。Q U I R， 你可能咧会用所有精灵嘅，哇，好串喎、啊、你 M K 仔。睇呢个乜先啊，主角。我要告诉你我都不用用那么多啊。先我要告诉你他错了。这个怎么读啊？ Vou mostrar para ele que ele está enganado。 哇，真是多音道呢。我们四乎一只都打赢他啦。好，你好，我的名字叫做这个名字，我呢用一只精灵做低你啦，看你。哇 ,22 呢红鬼。哇！佢用新，佢用咩？哇！呢招咩技嚟噶 ？Super Power， 轻松啦，有李如龙仲输咩？我哦，蓝鬼，哇！近身拳击，哇！顶佢用近身拳击咁串嘅，呢只系鬼，诶，呢只系格斗飞行，学佢招技先。飞！哇，正啊，学咗招技。哇，咁久又回血。哇顶，佢呢个时候又唔回血，好贱啊只雀。死咯咁铺，死咯 ！Oh shit！ 哇，死咗都进化。啊！一嘢掉出场外。吓，对我迷 Q 唔系好打啲啊，因为迷 Q 冇乜力噶，我觉得。所以我就好少用佢。阿二郎 TVB 之鬼，下都系唔似 Pokemon， 系啊，好多嘢讲 Pok 主角，系用多过两只啊，未回血啊，一回咗血佢就即刻死俾我睇。一招啊，睇下先。哇，佢都用啲黐线技，其实，跟住出咗只嘅打击鬼蓝鬼，先出只呢只俾佢先。跟住换呢只啊，跟住佢用啲咩技咧？影分身睇下先。喂，佢用呢、這、一个自我激励啊，用错技，
哇，系咁加工嘅条友，癫咗，但系都冇用咧，又嚟加工，偷技，哎呀，偷唔切啊，食屎，吔屎啊，吔屎啊！龙之波动，咁样我哋唔要呢招啦，呢招咁嘅垃圾技，九十命中即刻想打爆个网。哇，卢卡尼奥，哇，呢招咩嚟噶？蝶舞，黐孖筋，你识蝶舞？你唔系嘛？你几时识蝶舞啊？定系嗰招唔系蝶舞嚟？但系佢同蝶舞嗰啲能力一样。好，总之我攞31呢个，好走啦。如果捉咁多比超，同你打第一个道馆啊嘛，你错咗第一个道馆啦。第一个道馆系最精彩成只 game。点解我两日披萨啱啱去咗煮嘢食啊？哎，又攞翻啱啱错咗第一个道馆系最刺激嘅、最激烈嘅战斗。好啦，我哋而家去边啊？游水佢话可以。哦，15level海星星，诶，啲人傻鸭喎，傻鸭，呢招系减防喎，呢招系吓，呢招好似系灯眼啊，哇，葡萄牙文叫阅读，咩阅读咁犀利啊？系啊，灯眼26咧学灯眼啲咩，我都唔知嘅。唔好进化，我唔会俾你两个进化噶。我先，而家去边啊？应该右手边啊喺度。唔知去边。唔通呢度？呢度顶住咗，咁即系呢度啊，应该阅读啊，系啊，阅读，阅读喺中系斋系读书嗰个阅读啊，佢译俾我，唔系我个阅读，另一个阅读。喂，而家行去边啊？有冇传送师喺度啊？等等我去厕所先，等等我啊。好啦，瞪住眼睇书。咁啊呢个咩嚟噶？睇下乜先，要我俾钱嘅佢。我负责照顾精灵。咩啊？四副打先。哦，哦，山难哦，应该斋星咧啊！呢条友有咩用啊？斋星咧？呢个唔系打，哦，呢个未打。诶，调转啦。咦，唔系喎，呢度咬得啦，咬应该仲痛。咩嚟噶 ？charm 唔使啦 ，charm 搞掂，唔好进化。我而家去边啊？
呢度？唔系啊，应该有冇地图啊？喂 ？OK， 咁系应该系转右啊。斋星你啦，咩斋星你？真嘅糖果，呢、這个似系斋粥嗰两只嘢就话，嗯 ，Hearthstone Town。入唔到嗰啲屋，喂，系咁走，唔都喺呢度入面？唔系，佢点解呢度入去啊？咦，唔系喎，你点样行过去噶？喂，你系收劲多钱嘅婆婆啊？哦，买啲精灵球先。哇，电十。100蚊电球啊！吓，先就系知就100蚊，有大量生产啊！我估右边围栏 A， 我估右边围栏 A， 哇，唔系啊嘛，唔系啊嘛，咁样跳过去，我有问个训练家，但系估唔到咁样揿个围栏跳过去，咁点解呢度唔得啊？即刻勉強咗啦呢度，咁樣跳出嚟，黐線嘅真係。咬佢，咬佢，指天揭，咬佢。好，哎呀，呢只係嗰啲誒，哇天揭喎，見到，哇小火龍喎，我哋啲小火龍梗係唔要啦，最憎 Pokemon 親生仔嘅咯。哇哇顶屈沙人，屈死咗添沙人，不开错嘅，应该龙之波动。哇咁呢只变咗都几劲喎，类似嗰个定位就系阿椰蛋树咁样，但系佢椰蛋比椰蛋树更加。哇咩噶嗰只？呢啲系妖精啊，咁咪黑住我咯，妖精。嗯，吸收啦。啊，鬼系都打唔到嘅嘛？系啊，哇，唔系，普通系，即系冇改到咯，系嘛？系啊，普通系，咁我用咩啦？咁我用龙之波动啦。咦，用唔到嘅大友，定系头先嗰只用唔到啊？头先嗰只系咩啊？冇嗌人叫我名，佢又住个色跨栏，系啊，色跨栏真系救命，好大只嗰只，罗姆加妖精，罗姆加 fear，OK， 我哋 save 望下只嘢先，咦，咁我点样过去啊？系咪？哎，咦？咦，过唔到去喎，过唔到去喎，斋望嘅啫呢只系嘛，唔得过唔到去，好大只喎鲤鱼龙，好想过去揿下佢。OK， 咬佢，呢个唔系咬喎，呢个系撞暗树呢招。几时有嬉戏啊？唔好进化。有冇不变石啊？大镬！佢一嚟食咗个 X 喎，哇空切！佢用咗顶，啊佢用咗呢一个叫做嗰啲叫咩啊？撑住系啊，撑住之类咁嘅技能。哎呀，中毒啦！哎，你有路。
唉 ，Pokemon 亲生仔，唔想捉呢只，死啦！我只嘢要，哇，两条大岩蛇，卡比仔喎，问下佢先，二蛇二蛇，哇，咁远你都望到我，犀利 ，Butterfly，Butterfly。上到不变只上唔到学习装置，唔系啊，我都冇学习装置。边个飞欧啊？皮卡超学飞欧，好似有喎。咁啊，唔要影分身啦。好，谂起一即系电影版比超与比卡超啊。佢呢个应该系全部都计，全部都食到劲，即系用翻试下试多次先，唔得用唔到啊！普通妖精呢只，哇，破坏死光，呢招先啱用。呢个系重新药，诶、欸，拉蒂亚笑嗰只系，好走。你都难，即系佢经验系共嘅，冇错。哇，哇，其实我成个 NPC 样啊，可以见到。呢个画面你会以为我系啲大岩蛇嚟嘅，差唔多正。你都难，龙波吸收啦，冇办法啦，吸收，吸收，催眠。诶，鳗鱼，哇，条友夹住我喎！啊，呢只嘢唔系三马骝啊，开个龙帽先。我跟住三马骝，呢啲 NPC 你都同我食药，叶印斩喎呢招，叶印斩可以要，叶印斩要啊！咁唔要呢招咧，佢系唔要呢招啊！哇正，哇正，三马骝队六尾四号道路，喂嚟到呢度啦，终于。救命啊！终于有得回血。咦，嗰、那个咪嗰个邪恶组织？睇下乜先有。你该死的。OK。呢盘咧比我更加顽固。比我话你嘅心腹比我想象更要顽固，简单嚟讲就系比较难钱，吓类似咁样啦，系啦。诶、欸，剧情开始紧凑啦！呢一度咧，佢就问咧，我再问多次，边一个系你嘅老大？你哋有啲咩目的？有啲咩计划？系啦，手势啊，因为你系个关东嘅冠军，并唔代表你可以做你中意嘅事。呢个系关东冠军啊，下面嗰个烂坛，上面嗰个就系邪恶组织啦。跟住呢个问好问好问嘅就系、是、嗰、那个嘅关东冠军啦。似乎冇办法啦。我咧要将你咧不得不将你交俾警察，系啦。呢句应该系嗰啲虫嚟嘅，
烟雾弹啊，烟雾弹 ，OK， 哇，咁样逆化我真系觉得我好快又识葡萄牙文，识睇咧，该死，忽略了自己，什么忽略了自己，大佬？呢度发生咗啲咩事啊？主角问，咁都仲要问吗？主角？是盲了定是治了障了听着人家讲嘢喺度仲问人家做紧啲发生了什么事哇格拉格拉但我仲未有水技啊是的第一个唔记得咗呢只是妖精嚟喎锁技？边个锁咗招技啊？又聋又盲，我大意了，应该系自己疏忽咗，系啊，我忽略了自己啊，我忽略了自己究竟系咩嚟嘅呢个系？顶，哇系，总之机关枪，总之机关枪呢啲技我真系好耐未见过，因为如果你唔系连锁嗰啲咧，系冇可能用总之机关枪，哇顶！系咯，因为你唔系连锁，好难会用种子机关枪啊嘛。多数连锁先会用噶嘛，系啊。即系有啲咩连锁会用种子机关枪咧？嗰只新嗰只雀仔啦，嗰只啄木鸟啦，跟住就系奇洛律鼠，奇洛律鼠嘅连锁都有种子机关枪，我记得。龙波啊，唔系呢个系龙之路，呢度咬佢啦，27呢我只已经24啊，刘丽。嗯，哦，头锤龙咯，头锤龙几劲，但可惜我已经要用正电女啊呢只撞佢，电仔顶，比只电仔快过添，啊呢只龙之波龙。呢招系切开、劈开啦，简单啲嚟讲就系、是，每次都系咁睇佢进化。一个招啦，几过瘾。其实呢个山，呢、這个咁嘅命女，即系咧，你可以系咁升呢个位，咁快出嚟阻止反派啊，冠军系啊，好快手，都唔算快咯。哇，好大条啊！有一撳啊，終於！哇，真係大岩石呢條，真點大岩石，捉咗佢先。喂，搞錯啊！搞錯啊，都捉唔到。冇，我冇變化技喎、啊。喂，頂，等我陣。好得啦，学咗佢招岩崩喎，诅咒佢都有喎，呢条友捉唔到啊呢只，一下都冇得，唔系应该捉到噶，有喐到嘅话应该捉到噶，好似唔得喎又，吓？咦佢摇咗三下呢个。咁应该系捉到嘅喎呢只，再嚟个，捉唔到喎！哎，得啦，最黐线劲难捉嘅大岩蛇，哇，其实冇分别噶，得个样貌上嘅分别啫，应该。咁啊，佢就哇石丸子，石丸子难搞，大岩蛇系麻烦嘢。嚟啦！是难打死啊！啊，唔系用错技，应该用草技，嘥咗招龙之波动，好过瘾喎！睇佢肯喐嚟喐去，起晒格咁喐过佢。诶，你又嚟咯，终于揾到你啊！应该系啦，
系啦，我真系犀利，一睇睇，我终于找到你了。CAP 呢个系咪嗰个冠军啊？仔，你系点样揾到我啊？佢就话嗰个贼仔啊，嗰个反派组织。呢个洞穴咧好少啊，冇咁多嘅保护系啦，保护啦呢个系，麻痹冇麻痹啊，不嬲难捉啊，都啱嘅。阿基阿哥啦，阿哥啦，而家你跟我嚟 ，OK， 跟住就眼前一黑啦，即刻就，哎呦 ，yes。好，呢、這个神秘嘅男仔咧，将手扣咧放咗喺心腹上，都唔知译啲咩出嚟。简单啲嚟讲就系捉咗佢啦，咩心腹上啊，大佬。好，咁样应该咧令你咧安静落嚟噶啦。OK， 呢个系咩意思啊？不幸的人。OK。几时收就系无谓，系咪啊？捉虫啊？咦，呢度又有嘢，呢度又嚟嘅，放翻只蛇蛇上去先。卡拉，卡拉金伊波蛇，超难读真系。西巴，我见到。你好快就会知道我是边个。头先第一句系问咧，亲爱的你是谁？咁我相信应该系冇亲爱的嘅，系应该系得你是谁咁样啱嘅啫。应该唔会亲爱的啦，系嘛？定系外国中意一嚟就讲亲爱的嘅，可能都系唔出奇嗰啲。可能系唔同人嗰啲，即系可能有呢啲都睇得出。唔同地区，可能唔同国家嘅作者咧，可能都会唔同嗰啲对话。親愛的，我見到一開始就好嚟到呢度啦。四步先一陣，打埋個四步，帕洛利茲，帕利奇，帕奇利茲係啦。呢個係咪小搖嚟喎？我的天，你是誰？係梗係叫做 Oh My D 啊！呢個唔係小搖嚟。哎，阿妹，阿妹要揿先有发，先有剧情嘅，唔系话？哦，佢系嚟自丰原啊 ，OK。哦，我以为呢一只系精灵嘅，你好，我系嚟自丰原地区嘅。哦，你好啊，我系我呢个名叫做乜乜乜乜乜啊。咩四个呢个咩啊？睇一睇先。后面嗰个咩四个精灵乜鬼啊？咩不要忘记你的背包有四个 pocket ball， 四个精灵球。想知道你啱啱同我打交喎，佢就话系啦，佢见到佢背包嗰度有四个精灵球，系啦，应该就我当然可以啦，我哋可以打。你呢个几正常啊，26 level， 几正常啊？嘿，撞死咗自己喎佢！哇，你识呢啲咁嘅嘢，好在我识龙啫。咦，但系佢好似系妖精嚟嘅，龙透脆。哇！只音速拳，哎呀，冇妖精啊，低 B， 顶又屈机啦，开始吸收，哇又，哇好在打死咗，高速移动，龟仔喎，我顶啦，应该打得赢啊，啊哈哈哈。OK，
走啦，佢就。嗯哼，下面嗰咩嚟噶？嘿，又嚟。哇！呢个 game 真系有趣啊，大佬。呢度都撞怪？唔系话呢度都撞怪，冇草地都撞怪，系嘛？头先系冇草地都撞怪。咦？又冇咯？咦？睇嚟系头先嗰度先撞怪嘅，定系得唯一一只怪啊？点样跳啊？呢度有？唔使跳呢度啊？哦，系唔使跳。唉，我啱啱又想打交，系啊。你成日炒股唔系呢只啊？炒股，炒股另一只啊，中文嗰只啊 ，PC 嗰只，呢只唔系炒股啊。哦，你好啊，发电价，后面嗰个唔知咧。VANDOAOMU， 欢迎嚟到我营地啊！等我嚟睇下，如果你打赢咗，我会俾一个奖品你。好啦，我哋嚟开波啦。系啦，哇！导电飞鼠走，呢度真系要即刻走，唔使问，即刻要走。呢招咩噶？呢招系咩？卷尾应该系加攻加防加命中。系啦，加攻加防加命中。啊顶啦！即刻出翻一只先。哦，呢只熊仔都有。walk up， 自我激励，我爆击，拜拜，耶、yeah, ，君主。好，睇下乜先呢度有。其实有呢个翻译都唔错嘅，起码都知道佢噏乜嘅，大致上系咯，虽然有啲奇怪。作为呢一个奖励咧，请保留呢一点。唔想乜啊？呢度因为佢涉有啲字语咧，有啲词语咧系佢俾咗啲咩话？俾咗只宠喎 ，G I B L E 系咩宠啊？定道具啊？应该宠喎。哇！呢度都撞怪，因为佢有啲字咧，可能系 Pokemon 嘅道具嚟嘅，所以啊系啦，地龙沙忍。哇！加工減速廢呢只，不過唔緊要，我哋唔用。有導管打啦又，哦唔知咩事頂住咗前面啦，我要 check 下啊嘛啦又要。妹妹現在不在場，稍後回來。妹妹。听下佢点读先呢度。A minha irmã não está presente nesse momento. Volte mais tarde. 唔知阿妈，唔知阿妈。单车铺 ，bye， 8000蚊喎，一个单车买，好平啫。站喺时尚嘅尖端，一定要买啦。哇！呢只哇跳都冇得跳呢架，废嘅呢架车，呢架车火红车。好，有乜可能打赢我而家你哋？吓死啦！咁一快一阵唔知冇学到啲咩技添，唉唔紧要啦。哦。仲慢过跑鞋嘅车，系真系好慢，唔系讲笑。好，呢只咁嘅波士我多拉，系咯，真系好慢啊！其实系咪边个快啲？其实可能单车起步快啲，系嘛？我单车快少少啦，系咯，真系好少啦，快呢度做咩啊？你喺度搞咩两个？
双威侠，而家先发现我嗰队系 OK 啊，双威侠。好，啊，又系妖精系唔记得咗呢边，真系唔记得嘅，有啲妖精系就系呢次又系妖精。系咪要俾我加入火箭兵团啊？哎，呢只格斗系，哇！呢只咪大蟹点打？岩切，龙之波龙，好呢个啊？好似唔系喎，呢个咪系我哋嘅其中一个劲敌。我想你会再次打招呼，唔知咩嚟？咦 ？H A D O to Eevee， 应该系话佢有两只嘅衣背，同埋加只唔知乜鬼嘢，系咪咧？唔知喎。哦，我唔知佢讲咩喎呢度。好啦，呢度唔译啦。佢系咪有两只衣背咁？即系话，哇顶，咁你都识嘅？片死啦，杀出咧呢啲咁嘅嘢。龙之路而家先可草。哦，唔系喎，佢又话有一只衣背啊嘛。呢个咩啊？discharge 储电应该系，系嘛储电啊？唔系喎，哦换呢招系咩啊？急速伏特替换啊？我仲系咩添？睇下先，啊唔系喎，放电喎呢招系，放电可？我仲系咩储电添？好。翻到啊，100万而家几边？100万，诶入得咯？边个系个妹啊？头先嗰个啊？好，咁啊俾鸟咬死啊！俾鸟，诶咩嚟招？暗影球系嘛？暗影爪，学唔要先制只暗影，唔好进化。飞人系啊，唉正啊，飞人系乌鸦仔。哇！识出兵器嘅乌鸦，乜都啱嘅乌鸦，识放火嘅乌鸦。哎呀，我都麻痹，飞鸠放电，我觉得放电劲好多，其实有个麻痹效果。不过争个十威力咧，真系争好远嘅。老实讲，十威力咧都真系争咗几多，即系就算五嘅话就唔系好多啦，但系十嘅一定好多。我唔系另一个嚟喎，呢度做咩啊？祝你好运，点读啊？祝你好运。Buona sorte。哇，咁鬼难读嘅，呢个读音系咁样。Buona sorte。个 T 完全切音嚟，切音嚟喎，大佬。哇，冥想啦呢招。干鸟最真系干鸟，吔屎啊！我打唔死咯，一定要放电喎呢度。吔屎啊！原本都唔想出呢只嘅，哇！呢只嘢就难搞啦呢只，哇！一嘢骗死咗，唔紧要，受死啦天蝎王。佢全部啲都繁重嚟嘅，话时话，哇！差字幅，哇！可能输添，顶佢。佢一系最防最快，一系最高防嗰几只佢，唔好啊！超音波呀，顶得住噶你超音波呀！哦 ，Oh my god！ 超音波你都输俾佢，诶，有机会有机会，哇！拗到咧，你仲要食药食药食药，暗影爪搲食啊！哦，呢只嘢，哇，唔系嘛？
我唔系输俾呢只嘢啊嘛，唉，好波，喂，唔好进化一样个，搞掂啊，终于，哇，超难 ，HM 02飞天，啊，波啊索，波啊索奇，啊，波啊索奇，啊，读多次，波啊索奇，啊，波啊索奇，真系有趣读音。 啲葡萄牙啲都有趣，咦？咦？呢度我唔係都有得跳入去嘅，打完啦呢、這個，嗯，呢度呢？哇，上面有時空洞添，好似好多嘢玩咁喎，啲 game， 系咯，类似，不 OK 啊，我覺得幾好玩。诶、欸，卢比喎、啊，呢、這個咪卢比啊？ 卢比，啊唔使讲咁多，系打啦卢比，冰冇冰，咬啊，佢应该准备反啊嘛，定咩啊？头先我见到佢，诶、欸、有啦冰啊，但系打死咗咯已经，咬啫，耶、yeah ，火马冇水技，啊，破话傻子，差唔多啦。 哎呀，煤炭龟啊，唔系呢只嘅草咩龟草苗龟进化诅咒，哇顶啊！食药唔食啊，你系输俾我啊你，切死你啊！开龙宝片死你等我，我去加防佢，吔屎啦，加防爆击啊，睇唔睇到啊？ 好台龟嘅仔啊，差唔多啦，系咁啊，搞掂啦。嗯，点解呢度企咗喺度嘅？想知呢条友呢度讲咩啊？又联盟冠军先可以入去。 丛林龟啊，好，有咩？喂，呢度，嗯，呢度，哦，呢度冇嘢喎，嚟多，呢度点样落去噶？点样落游水啊？呢度，其实我使乜捉鲤鱼王啫？呢度有得捉噶嘛？ 虽然我仲未知点样落水，左边条唔系话可以打完，左边条唔系话打完可以入去边个？边个？呢个咩噶？呢个有冇嘢噶？呢个系话联盟冠军先入得，呢啲咧？呢个又系养打屋，呢个咧？哇！咩噶石喎？ 呢个边个嚟噶 ？Purmaeent 呢个边个啊？永久？嗯嗯？咩噶 ？Mega Y 系俾喷火龙用喎，应该又系俾亲生仔用喎。冰石系俾边个用啊？俾伊贝用啊？系咪俾狗咩用？ 买住10个先啦，唔好买20个啊！呢啲暗石冇用，月石冇用，光石冇用，冰石冇用 ，mega 石我有冇用啊？好似冇 mega 喎，我有喎，鲤鱼龙咪可以 mega 咯？鲤鱼龙可唔可以用啊？买一粒试下先，买一粒，咩俾鲤鱼龙？识唔识啊？咁样，定系净系可以俾嗰鱼三界啊？ 冇啊，冇得进啊！应该系俾冇分俾边只，应该系通用啊。应该呢一类咧，如果冇 XY， 我谂应该系要咩先得啊？应该系要对应翻 XY， 即系有 XY 系列两只嘅先至可以进化，我觉得系咯。
我咁正常咁 mega 进化都进唔到，正常咁 enter 就可以进化嘛。如果玩紧之前有只 Pokemon 嘅话，使用粒石嘅，左边多咗行嘢，左边多咗行咩啊？四换啊，使用粒石嘅，唔系揸喺手系喎。咁有咩分别啊 ？X 同 Y， 系 X Y 都有喎 ，X 咧？X 就是這樣样啦 ，Y 呢 ？Y 都是這個样子的喎。进化咗系鳄鱼喎，咁唔好进住先啦，水鳄啊嘛，唔进住啊，我可以同你追求咗一样 XY 唔同精灵，就系咩啊？即系可以有两隻咁样啊？代我奇草奇种子，奇宠个仔，奇草个仔，阿卢加。咦？呢度有得入嘅喎，应该系嘛？呢度唔可以跨栏喎，呢度就可以跨。但系呢度已经打人咗，所以冇关系。呢度有冇嘢啊？望下，呢边都冇嘢啊。呢度唔俾跨。都冇得跨，呢度应该要整俾人跨啦，应该周围嗰啲都可以跨出去啦。左边跳石嗰、那个，打完可以入去，打完可以入去边度啊？跳石嗰、那个呢、這个冇嘢啊呢、這个，佢话打完拎嘢啫嘛呢个，拎啲阿六沙啊嘛，个仔啊嘛，啲阿六沙。呢度咧，嗯，呢度冇嘢噶，咦，有嘢打喎，狮子仔喎，哇，周围都食药嘅呢班友仔真系，个个都食药噶，真系耻辱要同啲咁嘅食药嘅训练师打，同啲靠药嘅训练师打真系冇用，破格呢只，破格，飞天螳螂啊！咦呢两只诶大甲可以进化喎咩噶？可以进化飞天喎，飞天大甲可以进化，飞天大甲。仲有咩仲啊？得呢只嘢咋？啊飞天大甲呢度咧讲啲咩呢度？你讲下讲乜先？我们就喺度咧解决一啲嘅案例，即系简单就解决等啲案件，所以唔俾人行啦，系嘛？我咁应该都冇嘢行，应该之后就右行右手边呢度唔俾人落去，我想落去呢只咁嘅落树。好啦，我哋今集玩完咁多先啦，系啦。咁啊，之后再直播落去啦，呢只系啊，呢只之后直播落去啦。咁但系西班牙文可能有啲剧情上咧，可能有啲大家都唔清楚，或者我都唔清楚啦，系咯，或者要靠估啊，要靠估先至知道。因为大不过大致上我都知道咧，某啲剧情嘅系啦，就系依家有个劲敌要打啦，有劲敌啦，跟住一齐冒险啦，跟住有个神秘组织啊，神秘组织唔知有啲咩计划，咁啊放火烧咗其中一个森林嘅。咁跟住咧，聯盟冠軍咧就追捕揾佢，跟住就捉咗其中一個。咁聯盟冠軍可能係警察嚟嘅，啊，聯盟冠軍應該係警察嚟嘅，就係咯。而家追捕緊啲神秘組織，係啦，大致上就係咁啦，其餘就唔知啦，係啦。我見到啲警察瘟疫，係啊，大致上係一啲班係低能嘅。好，咁我哋下次直播再見，拜拜。